说希望两岸和平，不要让孩子们上战场。而民众党柯文哲面对被郭台铭并购的传闻，强硬表态，自己一定会参选到底。侯友宜拼战中，台湾会见地方大佬严清标，两人这手一握，似乎象征严家归队来挺侯。赖清德十二号准备访美，大陆却同时间宣布要在东海展开军演，让有五个儿女、超过十个孙子的严清标语重心长这么说：“麻烦国际后边来。”实现想法，可以有更多可能。侯友宜趁机开枪，民进党若继续执政，就怕是战争保证。现状能维持我们的孩子们要上战场，有可能引爆擦枪走火的战争，绝对要回到当时国民党执政的两岸稳定的状况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连续四天没有公开行程，被绿营抨击是躲起来见牛鬼蛇神。柯文哲火大回击：昨天见那个慈济正言上人，难道那些议员连这个我们慈济的家大家长也要把他算作牛鬼蛇神吗？小英都可以两年不出来开记者会，为什么小英两年不开 不需要去面对记者督麦都没事，你们都没有去抗议？不但呛小英，对于政坛传出他要和郭搭配，甚至被吞并，柯文哲表态强硬：柯文哲一定会以台湾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选到底。总统候选人的一举一动，洞见观瞻，踏出每一步都将决定台湾未来。记者谢宏陆续过好。